们惺惺相持，反手甩了之后变正手，正手对拉，又是反手，哇，没有想到啊，暂停回来。转正手，连续进攻，两个人对拉，哇，再来，这球还有反手反拉，周瑜连续反拉，哇，真棒，相当中远台的这种周旋能力，哇，漂亮。那你就像中国队多拿一块金牌一样，但是由于这个。漂亮，好球！当时，哇，漂亮漂亮！漂亮！哇，这场这一局比赛的看点。哦，对，这个周瑜的正手，冯亚兰的反手来做文章。嗯。有了，好球！这个两个人相持住正手，回到反手，连续的发力，反正能防住。哇！哦，两你有不足，其实每个人都有不足，就算是有不足，也有赢的可能。没错，赢啊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，他还是要充分的将自己的优势打出来啊，推到远台防守，继续放高球。还有，秦昭浩也是耐心的周旋，反拉，反拉。在奥运会当中，后面的这个气势和心理上的这个自信。好，我们再来关注比赛。现在第二局，你自己的是发球抢攻啊，还是连续拉呀，还是什么？哦，漂亮。漂亮。漂亮！单打比赛呢，整体来看，就是许昕的状态并不是太好。漂亮！还是控制，现在台内，樊振东尝试一个反手发球。现在其实也是在模拟中位训练之后，樊振东的发球多了很多的变化。再往前上。推的稍微有一点远，形成相持，哇，漂亮漂亮！最后这个球要对于孙颖，好的。相持住，漂亮！球调打，两个人再进入到相持，哇！直接投长的，哇！哇，漂亮漂亮！摆平底线。给中路，哇，太流行。这个变直线往往由于这个速度开始陷入被动。啊、哦，漂亮！你看给的，就是这个不仅是因为两面实力平均的这个问题。联合，Love one。哇塞！啊，太爽的，就像我刚才讲的，就是你不可能很爽，为什么呢？是因为又是掰了一个大角度，回到反手。还是在控制短球，一个轻挑直线。这个组合搭配啊。这个当然特点就是一左一右，一前一后，一快一慢，一凶一稳。哦，好球！
好球。哦，随着许昕的回球失误，11-7，爆出了本次奥运模拟赛最大